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大经科注第419页，419页倒数第二行啊，211。这是当时世间自在王如来为法藏菩萨宣说啊，211诸佛刹土啊。那么这个数字211，念老的注解说，此有一月啊，这里头有疑惑。若法藏菩萨当时所见现211之数量，211并不多啊，何以又云所是佛苦都胜无数诸佛国者？那后面有这句话跟前面211有冲突，这什么意思？下面说呢，此有二道，有两种解释。第一个，依据《华严经》《华藏世界品》以这个来说，佛刹无量啊，华藏世界海总有啊20种，其围绕这个佛刹呢，那就是210微尘数。记住底下这个微尘数，210微尘数，那微尘没法子计算了啊。经此经中呢，也以210标示刹土之数，暗合华严啊，跟华严经所说的相同
那即含摄十方无量之佛果。啊，210下头还有微尘数啊。啊，这就能讲得圆了。啊，这就是十方无量无边无数的国土。国土就是一尊佛教化的区域范围。那那么像华严经上给我们说的，释迦牟尼佛现在教化这个地区叫娑婆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啊，一个大千，在我们前面学了很多了，是一单位世界为起点啊，一个单位世界当中有一个须弥山，须弥山四面有许许多多的世界。那像我们这个地球是这一个单位世界里面的一部分，那经常叫南瞻部洲。像这样的世界一个核心啊，是中心点啊，须弥山四面呢有四洲，四大洲，大的星球，还有小的星球，像月亮绕着地球转，地球的卫星，地球带着月亮绕着太阳转啊，太阳绕着这个须弥山转啊，绕着须弥山的腰部，就是中间的啊，这是一个单位世界。早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去访问呢，黄念老他就跟我谈到这个问题，他说一个单位世界不是一个太阳系啊，很多人都把太阳系认为是一个单位世界啊。老居士他是修科学的啊，他告诉我应当是银河系，那就讲得通了。银河系的中心，现在科学常说的是个黑洞。经上所说的须弥山就是黑洞。啊，黑洞是个天体，能量非常大，连光都被它吸进去。啊，那么这一个银河系如果说是一个单位世界，一千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啊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，再以中千为单位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啊，一个大千世界它里头有包括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，并不是大千世界只有三千个啊，那就错了啊。那么像这样的大千世界，大千世界大小范围不一样，那这是跟每一尊佛
修行功德不相同，有大的有小的啊，但是最小的功德呢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所以有佛同临两个大千世界，三个大千世界，五个大千世界，十个大千世界，不定啊，这跟诸佛在因地发心有关系啊，成了佛，佛佛道同，佛佛智慧德能相好，样样都平等，没有不平等啊，可是因地法愿真的不一样，像阿弥陀佛因地在当菩萨的时候发的这个愿确实很少见啊，那么极乐世界多大？极乐世界是发信徒，这一点要懂得。如果是发信，那就没有边际了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说的“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”。这是发心图啊，没有内外，是心的识就有内外了啊，阿赖耶识有内外了，有起心动念，有生灭的现象啊，发心里面没有发性啊，慧能大师说得好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发性就是真心，就是自信，自信啊，一法不离。设法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是以自性而显现出来的，所以自性它能生它能现，它不会变啊，一切诸佛的十报土都是自性变现的，自性有隐性不同，没有缘它不现，不现不能说它是无，有缘它能现象，它虽现象不能说它有，这是真事实真相啊，他所现的相叫幻象啊，在十报图里头讲隐现不同，在十法界里面讲生灭不同，十法界有生有灭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心现识变啊，心是自性，自性能现能生啊，阿赖耶呢能变，十报图里面只有自性是所生所现，没有生灭现象。那么十法界从哪来的？是阿赖耶把十报土
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怎么回事情？那因此法相宗里都说转八识成四智，那么六道轮回 不见了，十法界也不见了啊！十法界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，阿赖耶没有了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转八识成四智啊，可见的在自性里头没有阿赖耶，有四智菩提啊，自性确实具足大圆净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、成所作智，在哪里？在十宝庄严土啊，生到十宝庄严土都成为佛了啊。宗门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真佛，不是假佛啊。所以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那佛又告诉我，法界众生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众生，不仅仅是人类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什么佛呢？化身佛。化身就是自性，慧能大师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？能大师用20个字来形容它。那第一句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那本来自然清净，从来也没有染污过，对吧？这是自信的。那我们今天想染污，染污不是自信，染污是阿赖耶妄心。自性是真心，真心从来没有染污。那佛用真心，用真心就叫成佛了，用妄心是凡夫。那六道里面用妄心，这个妄心有善有恶，那善也是妄，恶还是妄，恶心感三恶道，就变三恶道；善心就变三善道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真心里头没有善恶，没有轮回的现象。不但没有善恶，染净也没有，没有染净。那我们称的叫四圣法界，声闻叫阿罗汉，比阿罗汉高的辟支佛，比辟支佛高的菩萨，比菩萨高的佛。这个佛不是真佛，天台大师六界佛称之为相似即佛，它很像佛。你要拿着经典来对照，他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跟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。
修得好啊，那是修成的啊，不是本来佛。本来佛不要修的，他是修成的啊，所以他是相似佛啊。本来佛怎么？他开悟了，他见性了，见性成佛，那个佛是真佛。所以真佛不是修来的，真佛从哪来的？放下就是啊。放下什么？把那个修放下，还有修就是假的，还不是真的啊？为什么？你还起心动念吗？你还修吗？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那是完全真心，那不是妄心。这是真佛，不是假佛啊！真佛住十宝土，为什么？虽然无明断尽的，无明的习气在啊，习气不好断啊。比如我们从下面往上面看。见思烦恼断尽的证阿罗汉果，脱离六道轮回了。他确实没有见思烦恼，可是见思烦恼的习气在，这个很粗很明显啊。比如在这社会上地位高的，拥有大财富的，确实没有傲慢，真的很谦虚，可是他有傲慢的样子，那个习气在啊。事容易断呢，习气不好断。经典上佛用酒瓶来做比喻啊，陈酒的酒瓶，把酒倒干净了，擦得干干净，确实没有了，闻闻还有味道，拿这个当作比喻习气啊。酒比喻烦恼断尽了，真的没有了，闻闻有习气啊。习气有没有方法断？粗重的有方法断啊，见思烦恼的习气有方法断，断掉之后，他升起了，他叫辟支佛，不叫阿罗汉了，啊，所以辟支佛见思烦恼连习气都断干净了，都没有了，啊，辟支佛，阿罗汉还有习气，啊，真的没有烦恼。啊，真的是好人啊，有习气。那么辟支佛他要断的尘沙烦恼啊，尘沙烦恼断尽了，他升级了，他是菩萨。菩萨有尘沙烦恼的习气啊，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尽了，他升起，那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，相思即佛啊。他是呢，尘沙习气、见思习气统统断尽了啊。那他要断什么呢？断无明啊，这是最后的，所以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断尽了，他超出十法界了。十法界是一个梦啊，醒过来了。六道是个梦，
梦中之梦，醒过来是十法界，十法界醒过来之后，一真法界现前了。那一真法界，这里面的菩萨我们叫化身菩萨，啊，破一片无明，证一份法身，啊，证法身就是见本心，啊，见了法身就是自性，就是本心，啊，在哲学里面说，那就是整个宇宙的本体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法身变现的，啊，没有法身就没有这些现象，啊，所以法身能现，能生能现，阿赖耶能变，啊，阿赖耶是妄心，我们今天妄心作主，真心有，把它忘掉了，忘得一干二净，啊，不知道有真心，把妄心当作真心，错了啊！无明是什么呢？我们用粗显的话来说，大家容易懂，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呢，太微细了，我们不知道啊。频率太高了啊！这妄心，妄心有生命，前个念头灭了，后面念头又生了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一个接着一个啊！这里头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前念跟后念不一样。那像电影，我们老式的电影，这是电影用的底片啊，每一张啊不一样啊，没有两张相同的啊。它在放映机里面的速度，一秒钟24张，一秒钟24张就把我们的眼睛骗了，以为是真的。我们看的电视，以前的电视，一秒钟要算这样的幻灯片多少张？50张，现在的彩色数码啊，科学进步了，一�秒钟100张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今天看这个电视屏幕，它的频率是1/1秒。不断在那里换底片的，真的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啊！看近处好像相同，你看整个地球要继续，很明显的不一样，秒秒都不一样，每一个1/1秒都不一样。如果再扩大太阳系，再扩大到银河系，那更不一样了，那差别太大了啊。那么佛告诉我们，还不止这么大，变法界虚空界啊，都是这么高频率之下了产生的，假的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金刚经上说的一点没错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
啊，所有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都是在这种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。啊，只有自信、本性是真的，本性永远没有受到这些干扰。啊，也不能说他完全不相干，只要有现象他会现。我们讲有缘就现，缘要是断了他就没有了，他就不现了。啊，自性有隐现，没有生灭。啊，现不生，不现不灭，不生不灭是本性的。啊，佛告诉我们本性是相同的，所以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啊，智慧得相是圆满的，无量无边的，无有穷尽呐！佛证得了，证得之后告诉我们：没证、没有证得的众生有没有呢？有，他不起作用。那为什么他有障碍？障碍就是三种烦恼：无明、尘沙、见思，就这三大类烦恼障碍了，不起作用。啊，那时候佛教的教学叫什么？就是告诉你，见思尘沙无明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你只要能把它放下，你的障碍就没有了，你自信里面智慧的能向好通通恢复了。啊，恢复之后像什么样子呢？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圆满具足啊！世间所有宗教、所有学术没说到啊，只有佛讲清楚、讲明白了。啊，佛教之所求是向内不向外，所以称为内修。啊，那我们再说明白、说清楚一点，无明烦恼是什么？什么叫无明烦恼？刚才说过了，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是无明烦恼。啊，佛不起心不动念，永远没有起心动念，那是真的。有起心动念他就迷了，自信迷了，真心迷了，出来一个妄心，妄心叫阿赖耶识。我们也叫情识，那这个东西起心动念，比如说我们眼见色，眼看外面的境界相，看得很清楚很明白，这是自性里面的智慧。这个就怎么样？
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就是佛。佛知佛见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彻底明了，看透了，事实真相完全看透了，叫诸法实相。耳听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就是佛，本来是佛，如如佛。如果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这是菩萨。菩萨见色闻声，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再下一层呢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是阿罗汉。阿罗汉辟支佛没执着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。佛是讲得多清楚，多明白。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闻香，舌尝味，身体的接触，第六意识的念头，六根接触六尘真迹境界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这叫六道凡夫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成佛了。凡夫跟佛就这个，实在是没两样啊。一个是觉，一个是迷，迷了就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。觉悟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真正修行在哪里修？修不起心，不动念。这是上上根人。快啊！只要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他就是佛知佛见。自信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的相好，他通通去做了。为什么？他本来是的，他不是学来的。而且佛佛道同，就是说智慧德能相好，一切诸佛是平等的。为什么？同一个自信，这真的是一体啊！自信没有现象，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无法想象它在哪里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它无所不在。它是什么样子？不得已勉强叫它个名词，常即光。自信是光明的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从他所生所现，他是能生能现，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是所生所现。你只要能回归到自信，回归到能生能现，全宇宙过去现在未来你全明白了。不要学啊，学不来的，学来的是假的。有人给我们做证明，谁呢？释迦牟尼佛。
啊，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给我们表法，表本来是佛，虽然是佛迷了，迷而不觉了，变成六道凡夫。啊，少年时代出门去游玩，看到人有生老病死，啊，这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，心里有所警觉。啊，感到什么？人苦啊！如何能把这些苦远离？啊，离苦得乐，这多好啊！啊，谁乐？佛菩萨乐。众生苦啊，特别是六道众生。啊，佛眼睛看的可怜悯者，啊，把学佛这桩事情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十九岁，他是王子的身份，要不出家，他继承王位。啊。十九岁离开家了，去修道去了。啊，这都做样子给我们看，放弃王位，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裕的生活，去做一个苦行僧。啊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过一辈子，这样的生活。表演给我们看的，怎么样才能成佛？放下。啊，出去学习，印度。在那个时代，宗教之国，啊，也是学术之国，啊，印度哲学高明，啊，他每一个宗教，每一个学派都认真去学习，啊，很聪明，学了12年，啊，都学了。没有一个他没学过，学了怎么样呢？世间法解决不了问题，啊，不能脱离轮回，不能出离设法界，啊，所以放弃了。30岁，19岁开始学，30岁学了12年，放弃。放弃干什么？修定。啊，完全放下了，没有丝毫挂碍，在菩提树下开悟了。啊，都是表演的，我们就晓得。19岁离开家，把世俗的烦恼放下了。30岁入定开悟了，把世间所执障放下了。啊，世间所学的没用。啊，入定、出定，大彻大悟。啊，出定之后。
彻悟了。彻悟是什么？什么都知道了，没有一样不知道，就开始教学啊，30岁开始教学，在鹿野园先教5个学生五比丘啊，以后僧团慢慢扩大，长随中1255人跟他一辈子，没有见道场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没见道场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徒步居无定所，这么一个团体啊，我们估计不会少过3000人，在那个时代，那很大的团体了。啊，每一天讲经教学，说法49年，到79岁圆寂。30岁开始教学，到79岁，49年了。啊，所以中国典籍里记载，将近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教学。他所讲的这一切经论，谁教的？他在哪里学的？没有啊。没人教他，啊？为什么智慧开了？没有一样不知道。你问他，他就会告诉你。啊，你不问他，他不说。啊，最重要的法门，没人问的说了，那是净土法门。没人问，那《弥陀经》无文字说，啊，这个《无量寿经》放光显锐，引导阿难尊者好奇，啊，来请教，啊，佛则说出来。啊，放光是吧？让学生感觉到稀奇，向佛请教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，佛在说法，得诱导他。啊，所以什么？自心圆满，本自具足。这个要知道。啊，所以佛法的教学的理念跟方法跟世间完全不一样啊。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，佛陀教学的理念方法好啊，中国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，这个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，应戒得定，因定开慧也。啊，师尊告诉我们，这不仅是他所走的路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菩萨都是用戒定慧成就无上菩提。啊，不是师尊专有的，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走的一条路，真能不信吗？啊，中国儒道接受了，提出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。
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就是从戒定回来的。啊，这是中国自古以来，一直到200年前，啊，中国的教学都是依据这个原理原则。所以他出神仙的。现代这种教育出不了神仙，出哲学家，出科学家，不是神仙人，连君子都达不到。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太平盛世出现的。啊，依照中国这个方法，中国方法受佛教影响很大。啊，这个方法能造成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凭什么来的？就凭这个造的。所以我们只要沾一点边，就有一段时期太平盛世。都没有人知道。啊，真的是古人所说，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不得。啊，修什么？戒定慧。啊，慧是自然开的，最重要是定。啊，戒是手段，定是枢纽，它是属于 手段。啊，那么戒律是手段的手段。啊，定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智慧了。小定开小智慧，大定开大智慧。啊，圆满的定力定功，就开圆满的智慧，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在中国，所以这个东西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与念过书不念过书也没关系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没人教他，说出这么多经论。啊，六祖慧能大师在世，这也是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啊，慧能当年那个时候24岁啊，遇到五祖仁和尚，啊，他是樵夫。靠苦力生活的，父亲早死了，个老母亲相依为命，是个孝子。啊，卖柴，偶尔听到人念《金刚经》，啊，听得很欢喜，越听越有味道。啊，他念完了，他进去敲门，问他念的什么。他把他听的意思讲给这个人听，听了之后非常惊讶。啊，不认识字樵夫，怎么能听得懂这个经？把这个意思能说出来，非常惊讶。啊，觉得这是个天才。不能埋没，劝他到五祖仁和尚那个地方去学习。那么家里老母亲这人很慷慨，给了10两银子。10两银子他一年也赚不到，给他安家费。啊，找一些佛友，学佛的同参道友
照顾他母亲，让他无后顾之忧，你好好去学习啊！你妈妈的事情我们大家替你照顾，远呢、在黄梅8个月，老和尚叫他干什么？叫他对房里冲米破柴。在黄梅8个月，黄梅有讲堂一天没去过，有禅堂一支香也没做过。他老实，从坛经上记载看到啊，为什么神秀做了一首偈子贴在墙壁上，他不知道他在哪里。这就说明他对于这个道场很大，住几千人，很生疏，忠实于他的工作。他的工作就是破柴冲米，就这么老实。那怎么成功的呢？破柴冲米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成功了。他在那里参禅了最高级的禅，别人不知道啊，8个月差不多成就了，老和尚知道，他知道啊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其余没人晓得啊。老和尚知道时间到了，功夫练成了，宣布传法，要求每个人写个偈子来看看啊。那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认为老和尚传法传人决定是神秀，神秀是他的大弟子啊。啊，五祖得道高僧向他求教的人太多了啊，许许多多的人都是神秀代替啊，所以传法给神秀，大家都认为那是理所当然啊，没想到传给慧能，大家感到非常意外，不服气，要把衣钵抢回来啊。老和尚老糊涂了，可是神秀难得，的确是个高僧，没有嫉妒心，没有分别，认为慧能确实比自己高明，他服了啊。这就是东方人、中国人、古印度的佛教徒啊，修学是以开悟为目标啊，以开悟，真正开悟了，这就毕业了，没有开悟不行啊。啊，要真正想开悟，得放下万缘，什么都要放下。那真修行从哪里开始？从放下身见。这头一关呢，身见身体，身说不是我，谁肯放下？你要不放下，这个身是个累赘。啊，身需要许许多多附带条件，你要去满足它。它是烦恼的根本啊。
啊，身是什么？身不生火，身是我所有的，啊，像衣服，衣服不生火，是我所有的，啊，我所有的，哎，就容易放下了。哎，要把身看那是真，什么是真的？自信是真的，啊，本性是真的。身体是假的，我们要照顾真的，不要把全副精神照顾假的，假的随缘就好了。第一关呢，这一关破掉了，真正看破了，真正放下了，真小乘出国，虚脱万国。啊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，如果是身没放下，你没入佛门呐、啊，你在门外呀、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，19岁就放下了。啊，身可以随一切缘，不必为他操心。啊，到处参学是给知识分子做个样子。啊，你到处去学习，管不管用？不管用，浪费多少时间？啊，怎么管用？修定管用。啊，把所修的、学来的一切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统统放下。这就开悟了啊！所以为什么不开悟？你心里头有东西没放下，所以你不能开悟。心里头没有东西，有东西就坏了啊！心里没有东西难啊，真难啊！啊，所以阿弥陀佛慈悲，给我们开了个特别法门。啊，这个法门是心里可以放一样东西，不能放第二样。这一样呢，就是佛的名号，阿弥陀佛。你只要放这一样，啊，决定不容许有第二样。啊，全都放下。一念久了，就会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近代有人做到了，啊，2013年元月，2年前。那2013年元月，南阳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个榜样。啊，这个人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啊，生在乱世，家庭环境非常不好。20岁出家了。啊，他从小在农田里面跟着大人。啊，所以对农耕他有很丰富的经验。啊，出家之后还是搞老本行。啊，师父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告诉他一直念下去，明白了不能乱说，
不能说，那个明白了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可见他师父不是普通人啊，在他20岁已经看出来他将来会开悟啊，他是一代高僧大德，教参什么一门深入，长时玄修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开悟，一定要你自己见到啊，求老师给你证明。啊，这种教学方法高明到基础啊，这世界上没有啊，啊，只有大乘佛法有，小乘没有，小乘还要教，要上课，大乘没有。啊，所以这似乎是了不起的人。肯定是开悟的人，不是开悟的不认识啊。那么这个人的禀赋是修学圣贤教育最理想的人选啊，他老实听话正干，有这3个条件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啊，学习的态度要真诚，要恭敬，心地要清净。啊，那么他这些条件统统具备。啊，所以师父教他这一句佛号，念到底。啊，他13年元月往生的。112岁，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，没换题目。那92年没有中断，整体一句接一句。啊，除了佛号之外，他什么也没有，心地清净。那么这样的功夫，我们想想，以一般的例子来说，3年得到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就真正做到了，只有一句佛号，一句佛号之外，心里头没有第二样东西，这叫成片，这功夫最浅的。念佛人入门了，啊，入什么门？入极乐世界之门。功夫念到这样，一心求生极乐世界，命中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。当你真正有这个功夫，阿弥陀佛就会来。给你信息，那或是在定中，或是在梦中，你见到阿弥陀佛来了，阿弥陀佛会告诉你，你还有多长的寿命，等到你命中的时候，我来接引你，把消息就告诉你了，你自己很清楚，信心、愿心更坚定。啊，那么还有不少的人见到阿弥陀佛的通知，向佛要求，我那些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，真就走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念佛人3年就往生了。啊，是不是刚好有3年寿命？那个讲不通的，绝对不是的。是他自己聪明啊，他自己不愿意在这个世界早一点，提早到极乐世界。行啊，佛很慈悲啊。
萨那么海贤，我们相信他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缘分啊。那三年，二十三四岁，他就有缘往生了。他也很聪明啊，要求佛带他去，佛不带他去，佛劝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，给念佛的人做一个好榜样。所以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留在人间表法的，就是给大家做好好样子啊。这一做就九十二年，啊，这个九十二年，他对于佛教的贡献，没有人能超过他。啊，那么他三年功夫成品，他没去。再过个三年五年，他的事一心不乱。再有三五年，他的理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就是什么都明白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我估计他在什么时候，四十前后，他就得到了，得到这个就有神通啊，智慧开了，啊，不输。有神通不现神通，为什么？师父交代他，明白了不能乱说，不可以说，他听话啊。大概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什么时候有人送一本书给你，这个书叫若有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啊，这就一本，就这本书。要有人送这个书给你，佛就接你往生了啊。所以13年正月，有几个同修带着这本书带到山上送给老和尚。老和尚问什么书啊，他们说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。他听了非常欢喜，好像等了多少年啊，如获至宝啊，拿到这个书，你们赶快给我照相啊。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替他照相啊，只有这一次，3天之后走了。这是他表法的圆满啊，为我们这个时代，特别是修学净土宗，依照夏莲居这个汇集本，黄念老的这个集注，依照这个本子来修行，为做证明，证明夏老汇集本是真经，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，不是他自己造谣言。啊，不可以反对。第二个，为黄念祖老居士所做的这个集注，正知正见。啊，念老用了6年时间，收集83种经论，
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著这个经，每一句他都讲得很清楚啊！你看这边是《华严大智度论》啊，《嘉祥书》《净严书》，这是祖师的著述啊，字字句句这个注解有根有据。非常可贵啊，他有智慧，不用他自己智慧，要用佛的，佛的话，要用祖师大德的话，让人生起信心，不再怀疑啊。第三个是为我们大家做证明啊，为我们做证明。证明什么呢？第一个证明，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48愿，愿愿是接引我们往生的，没有一条是假的。我们依照这个这部汇集本，依照这个集注修行，没有错误。老和尚等到这本书出来呀、啊，为我们证明这些，证明完了他就走了。啊，我们在视频《永思集》里面这些文字报道里头看到啊，啊，他曾经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在极乐世界去啊，佛都是笑眯眯给他说再多住几年啊，表法做个好样子给大家看。得到这部书，表法圆满啊，我们大家看到了，听到了，看到他这个榜样，就一句佛号啊，一直念下去，没有第二个念头。他除了念佛之外，就是种地啊，这一生生活在动乱的环境当中，乡村里的这个小庙没有人供养，没有法会，没有佛寺啊，所以完全靠自己耕种养活自己。啊，年轻有力气，不偷懒啊，他开辟的荒地，乡下山林荒地多，没有人，没有主人的，他开出来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水果啊，一生开荒总面积100多亩这个是得道的高僧啊，佛菩萨加持，龙天护法加持，鬼神加持，他种的东西都丰收啊，都比别人好啊！啊，他没有贪心，他不卖啊，他所住的地方周围周边几十里。100里以内的这地区，有穷苦的人，有困难的人，他都去救济，
所以人都称他大善人了。啊，真修普救呢，啊，所以我们真的要以他做榜样，认真的向他学习。学佛同学，心地要冷静。现在这个世界，人心浮躁啊，浮躁对学佛是最严重的障碍。那如何能不浮躁？就是要放下。啊，生活需要学老和尚。能吃饱就好了，吃只要能饱肚子，穿只要能够御寒，啊，住啊，只要房子不漏水，就应该要满意了，心满意足啊。对于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。啊，老和尚一生。跟我们不要着法啊！早年我在美国的时代啊，遇到念老，念老教务，在国外成立净宗学会啊，净宗学会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。啊，在大陆上没有建立，希望我在海外，啊，那是我在美国、加拿大，啊，这个地区一共有30多个净宗学会，啊，我常常讲经的地方，那我离开美国之后。这些会议大概还有10几个还存在，啊，现在还存在，啊，那么在欧洲、在澳洲、在南洋，这些我常去的地方，啊，我们都是以这个法门，以这个法门。啊，一定要有信心，要有愿心，要真正放下，功夫自然就得力了。那么极乐世界多大？变法界、虚空界有多大？极乐世界就多大？极乐世界有10宝图。不但法身大师居住的10宝庄严土，啊，声闻缘觉他们居住的方便土，一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同居土，极乐世界也有这4土，但是它很特别，我们这有6道，它只有2道。只有人道、天道、阿修罗、三恶道，他那里没有。啊，更特别的，就是同居土、方便土，也是属于法性土。这个不可思议。啊，法性土是不生不灭，法性土是。无量光无量寿，也就是你一生到极乐世界，无论你生在哪一土，无论是什么品位啊，最下的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也是
发心土，也是无量寿啊，这不可思议，这是十方世界没听说过的啊，只有极乐世界有，其他世界没有这种情形啊，其他世界跟我们这儿差不多啊，这是个无比殊胜特殊的一个境界啊，阿弥陀佛用这种方法接引我们往生，让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一生圆满成佛，快速啊，别的法门要无量劫，这个法门一生当中成就。那我们到极乐世界是活着去的，不是死了去的啊，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你还没断气，还会说话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，我跟他走了，这才把这个身体丢掉，活着走的啊。那么到极乐世界就证无量寿，一生圆满成就，不要等来生了。这是多么殊胜的法门，要是疏忽了，那真叫可惜啊！二百一十也叫简单，是二十一、十六、二十一，在密宗里头都代表大圆满啊，像显教里头所说的七，你看净土宗讲七，阿弥陀经都用七表法代表圆满，华严用十，一到十代表圆满啊，十六二十一是密宗的代表圆满啊，所以二百一十一从二十一扩展到二百一十一，究竟圆满的数字，一个都不漏啊！啊，所以它代表十方佛刹，十方是东南西北四维上下的十方啊！啊，一个佛刹都不漏掉。极乐世界也是这么大啊，常寂光，这个光是真的，我们肉眼看不见啊，他看得见我们，我们看不见他，这个光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见到这个光了，就见到一切法的本体，一切法的自性，这个时候就明白了。那海鲜老和尚说过，他说他什么都知道，就是不肯说。那有神通不现神通，啊，真有必要的时候偶尔现一点点啊，一般人没在意，这都有真正的道理在教导我们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至于所说之二百一十亿佛土，四百二十页第五行说，为现于清净佛土，
一业兼济秽土啊，这有人问。211是陷于清净国土啊，像极乐世界的清净国土，还是包括秽土，像我们这个地球啊，地球属于秽土。这个问题，古德根据经文中，天人善恶，国土粗妙，有两种艺术啊，第一种加强所述，211佛土，善因虽有强弱之分，然所照之土同是七宝国土之粗妙因现，粗之言大，妙呢之言美，说明所现211皆是大善之土耳。那么居加强是的意思，所现为净啊，所现的都是净土，没有秽土，这是一个说法啊。祖师的想法看法有不一样的啊。那么二真呢，第二种说通现净秽土啊，净严肃啊，净严是隋朝的慧远法师啊，他的德号慧远，跟我们初祖东晋时候的慧远大师完全相同啊，所以在佛教里面称初祖大慧远啊。这个净严是寺庙净严寺的，净严寺的慧远法师称他做小慧远，那名号完全相同，不是一个时代啊。那么这个净严大师无量寿经一书里面说，粗不净严，说我说粗令其舍远呢、说善说妙，使其休息。是则所说211佛土，有净有慧也。这下面说净心法师、义极法师、玄疑法师。日本的往昔住持啊，也同意净严肃的说法啊，应该有净土有秽土，统统都说了啊。秽土法藏比丘看到了他会舍弃，善土他会采纳啊，这就是让他选择啊。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不是凭空想象的，是真正合乎现在人所说的逻辑啊，
他是去考察，去采访，啊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。所以，极乐世界的建立，就超过一切诸佛刹土，也就是说，他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美好的大乘啊，各个刹土里有好的，极乐世界都有；有缺陷的，极乐世界找不到。我们到下一品就见到了啊，你比如佛的第一愿里头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花开见佛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，皆是自摸真心色身啊，相好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观经上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身有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，每一道光明里面都有释放诸佛在那里讲经教学教化众生，太殊胜了啊！每一个人的相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为什么？平等，让你不生烦恼。哎呀，我的相不如佛了，佛比我好啊，这生烦恼了，起心动念了。他让所有人的相跟他完全一样，所以不会起心动念。啊，这些地方要留意啊，我们那个求往生的心才会生出来。啊，而且我们能遇到夏莲老，遇到黄莲老，能遇到海贤老和尚啊，他们为我们真理经典啊，注释经文，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，为我们来作证，这个机缘太难得了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比什么都幸运啊，我们老一代的，我上一代的，很多很多人没有听说过慧解文，没见过啊，我们有缘呢，学佛不久就见到遇到这个文字啊，黄念老注解这个文字不容易啊，晚年身体不好，带着病啊，啊，拼命啊，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啊，我是第一个看到的啊，他到美国去。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定稿，油印的分量很少，带了一套到美国送给我了啊，我看到非常欢喜，有这么好的注解啊，这个注解我的老师没见过啊，我带回台湾
印了一万册，啊，精装本印一万册，老师已经往生了，他没见到。啊，我们都能碰到，对吧？无比的幸运。啊，这么好的缘分，如果不能往生，那真叫可惜了。啊，没有理由不求往生，没有理由不能往生啊。那么下面引的《悲华经》，那它都有根据啊。《悲华经》说：“所现佛骨，或有世界严禁妙好，乃至或有世界有大祸灾。”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？有啊。世界庄严清净妙好，欲界天、色界天，那乃至于大火灾，我们有没有看到？天天看到，你不知道，太阳就是一片火海呀！啊，太阳所现的是没有生物啊。那是一团火啊，那么像一团火的这种世界大火灾不少啊，晚上看的星星啊，你看那星星一眨一眨的，那全是太阳啊，不是那样的大火的时候我们看不到，距离很远看不到啊。所以世界不一样啊，这就是有见见有慧啊，有所现佛土，有宝有华啊，有十宝土，有变化土啊，变化土就是指十法界。悲华经云：或有世界纯是菩萨遍满七苦，无有声闻缘觉之名，是报佛之土也。啊，像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，啊，那就是菩萨遍满七苦。啊，声闻缘觉在哪里？在十法界的四圣法界。啊，他不在报土。又说：或有世界清净微妙，无住浊物，是则化佛之净土也。啊，化佛的净土就是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。啊，这是属于化土。啊，有佛在这些地方教化众生。而是世间自在王如来应其心愿啊，这个其就是指法藏比丘啊，法藏比丘请法啊，佛将此211佛国报化净慧诸土之相啊，这就是说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之相，啊，都现前，悉现于之，令其得见，啊，让法藏通通看到，通通见到，
自己去选择，佛没有替他选择，完全让他自己选择。说是法师经千亿岁啊，法藏菩萨听佛给他说法时间多长呢？千亿岁，以表说法现土详尽呐，啊，没有这么长的时间，怎么能看得完？啊，一定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。啊，那么从这个地方我能看到，这个时候的人佛报大了，佛住世长久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视线住世这80年了，讲经教学49年啊，不能说没福报，没有福报就没有佛出世啊，印度有佛出世，中国有圣人出世啊，尧舜禹汤孔子孟子圣人啊，那印度有释迦佛出世，这个世界太大了啊，许许多多世界没有佛出世啊，那个地方众生苦了啊，迷惑颠倒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，看我们现前这个世界这个社会，我们就能体会到这是乱世，这个动乱中国历史上没有，世界历史上也没有啊，我们非常幸运，虽然身在乱世能遇到圣贤教育，能遇到佛法，带给我们莫大的安慰啊。那么在这个世界没有遇到圣贤法，没有遇到佛法的人啊，甚至还有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多，我们在世界许多国家地区看到啊，在这一生造一切善恶业，死了之后感得的果报，善行善因感三善道啊，恶念恶行感三恶道啊，三善道的少啊，三恶道的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所以自在王府说法经
千亿岁，这是对法藏比丘以表说法现土之详尽，一闲时间言出无碍。在十八图里头没有时间概念，也没有空间概念啊，时空不是真的。在《白法明门论》里头，它的归类是归于不相应心法啊，不相应心法总有24种啊，这是其中2种，一个时间，一个空间。啊，不相应心法是佛家的名词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抽象概念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没有这个东西。啊，也就是没有空间，就没有距离；没有时间，就没有先后。在自性里头确确实实找不到空间，也找不到时间啊，时间空间都是假的。这个经上告诉我们，世间王、世间自在王出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人寿命42劫，寿命长啊，福报大了。所以佛住世的时间也长，讲经说法的时间也长啊，跟我们这里也对比，我们差距很大。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个时代，人寿平均100岁啊，这个时间是简洁，每个100年减少1岁啊，释迦佛距离我们3000年减30岁，所以现在这个世间人平均寿命70岁啊，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，这个9000年有起也有下啊，有上有下完全在教学。如果事先出现好的领导人提倡圣贤教育，这个国运就往上提升。那如果不懂得教育，那像现在把财经济看作第一，这个社会就往下降了，动乱就多，带给世间来的是灾害，是动乱。啊，这个是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给我们提示的，让我们要认识清楚。
啊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应该如何适应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时代里面成就自己的道义啊，你看不妨碍我们修行，不妨碍我们求愿往生啊，生极乐世界，那就是变法界虚空界第一美好的学习环境、生活环境啊，我们能遇到，不能舍弃，一定要成就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